几百多万，但是世界上杀的小孩是几百亿，没办法算的了。但是你永远要不停的超度他。各位，我送你一本好不好啊？你要带在身上。因为外国的教堂，我也很喜欢外国的教堂。教堂里面所有大灾难、战争、死亡，他们永远名册都放在里面，用玻璃围起来，永远放在教堂给人家纪念。这跟我们牌位的意思是一样的了，而且上面都有名字，你可以跟主教讲，他会翻第几页，你要查哪一个名字，他们都写在这里面。希望教堂的加持，让那些战争死亡的能够离苦。所以我最近在请他们画好跟照相，把动物的综合相片，一人拿一张贴在家里，好不好啊？那是我们心中的福。所有的动物，你每天都朝着它念一遍，放生一鬼，好不好？哪一天念到那些动物的眼睛在跟你眨眼睛，你就说是啊，我这个人就是我看过神跟我眨眼睛，让我进入道教的修行，还跟我眨眼睛，我还跑去再跟我眨眼睛，这样啊。那个人跟我说那个木头可眨眼睛，乱讲。我说我这个他真的那个太阴娘娘跟我眨眼睛，眼睛美得不得了啊，这样让我入道。他让我知道，真的有神的存在，所以有神的存在，有佛的存在。好，为他们念七十三页，称赞如来名号，诸佛子，我更为汝称赞如来吉祥名号，能令汝等永离三途八难之苦，常为如来真敬佛子。南无多宝如来，南无宝身如来。南无妙色身如来，南无广博身如来，南无离不畏如来，南无甘露王如来，南无阿弥陀如来，南无宝髻如来，南无释迦如来，南无多宝如来，南无宝身如来。南无妙色身如来，南无广博身如来，南无离不畏如来，南无甘露王如来，南无阿弥陀如来，南无宝髻如来，南无释迦如来，南无多宝如来，南无宝身如来。南无妙色身如来，南无广博身如来，南无离不畏如来，南无甘露王如来，南无阿弥陀如来，南无宝髻如来，南无释迦如来。一心齐请王母娘娘瑶池金母加持悟命，一心祈请正言法师加持众生。哦啊哦，我们花莲最出名就是慈济功德会正言法师大慈大悲，花莲人最爱拜的王母娘娘、金母娘娘所以昨天我们一下火车就赶快去拜地头神了。但是各位学佛以后啊，也不要有太大的分别心，所有的神正神都是为了保护众生的爱护众生的，佛是究竟圆满的。但是请问佛会不会视现成神呢？就是这个意思。